一定要有点苍凉的唯美。像前几天的哈尔滨的天空，经常有这样的暴风雨，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生活和命运馈赠给文学的。承受了这么多的送别，这么多的死亡，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境的转换？摆脱死亡的阴影并不容易，你只能把它逐渐变成生命的一个部分。您觉得怎么样在这一片经历过这么多沧桑的土地上面找到自己的力量？东北人很难有过不去的坎，那么多能感受光明的地方，它自然也影响人。生命的意义，什么是可以很久追寻的？您找到了吗？你现在最想写啥？我现在呀、我年纪大的时候，我特别想写童话，写一部童话。好棒！这就是一个轮回哈，从童话开始，一定要回到童话。我写的《北一村童话》呢，只是借用了“童话”两个字而已，但是它不是童话作品，写的其实是一个现实嘛。但是我年纪大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洗尽铅华。那么它可以涵盖各个方面，就是你把人生历练的很多东西沉甸甸的一种方式，而这个呈现出来又如此通透，如此活泼，可能还如此欢欣。所以那个童话不是给孩子的，希望是写给成人的。你太聪明了，我觉得好的童话是任何年龄段的，它是一个人生意义上的童话。您说北极村童话不是一个童话，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你小时候的童话，虽然它悲欢离合，虽然它有花起花落，但是它仍然是在你年轻岁月里对世界的憧憬，它就是一个童话世界。你这样理解也可以，我只能说呢，就是一个童年的絮语，那个时候当然它的背景色彩那又是童话般的色彩，这我都不用刻意去渲染它，你要去了北极村你就知道了。如果有时光机啊，现在小孩年轻人特别喜欢穿越嘛，有时光机你愿意回到您的哪一个时期？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会想到童年时期。为什么刻在那个童年的那个时刻呢？就是说我小的时候特别不愿意起炕，东北都是那种火炕，我和我姐姐住在后屋，我爸爸喜欢做早饭哈，他早上起来点柴呀，那个抱了柴，点完火，做完饭，他就挨屋喊，先喊我妈妈起来吃饭，妈妈姐姐都很快起来了，我是懒虫一条，然后我依然躺着那睡，然后这时候我爸爸会有两个举动来唤醒我，一个是他就取下来我家那个墙壁上挂的一把小提琴，他就站在这个我的炕头这开始拉琴了，就把我拉醒。你爸爸好浪漫哦。他是拉小提琴啊，他就拉一拉小提琴我就醒来了。有的时候曲子拉得特别美哈，你就想多听一会儿再表示我要起来。还有一种你会立刻起来，他唤醒我。我们家在山镇家家养一条土狗，那狗都身材威猛的。他就把这个狗从这个院外放进来，这狗子一路奔向我这个炕头这个地方炕沿，他就把两只前爪搭在那炕沿上，哈哈哧的，然后这样的用舌头伸出来舔我，把我给舔醒。要是雨天的时候，这个狗吧，狗毛淋了雨哈，它有一股腥味儿，你知道吧？特别难闻。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爸爸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会用小提琴把你唤醒，音乐把你唤醒？什么样的心情之下会用狗狗来把你舔醒？因为我老是不起来的时候，就狗就进来了，就是它比较恼火了，狗就来了。我真的，小丽，如果有时光机，我真的希望能在这个时刻，就是刻在这个时段吧。还是觉得爸爸陪你的时间太短。是的，因为我父亲86年去世太久了，感谢他带给我，带到我到这个世界上后妈妈。人
人间还是挺好的。觉得那个云真的离我们好近好近。人经常能发发呆望望云，挺美好的，特别美好。而且在城市能够这样子，对，但是跟你的家乡相比不能比。那当然了，跟大兴安岭的云比，当然我觉得我更喜欢故乡的云。你到了大兴安岭你就不用打伞了，云彩就是你的伞。哦，就它要垂下来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啊，从一个这么大的广阔的自然空间来到这儿，感觉从放养变成圈养，你习惯吗？也不叫这个词啊，应该说是命运让我从一个故乡来到了第二故乡。两个故乡都同样重要，一个没有离开故乡的人，你无法很知心的回想故乡。哦，我理解。对，就像我有一天，当然我不会离开哈尔滨啊，如果有一天我会离开哈尔滨，我可能也会特别的带着一种向往的心情会想这里。你看萧红他写的最棒的作品《呼兰河传》，我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绝唱啊，他就是在香港，在浅水湾，也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啊。你想如果萧红是在黑龙江，就在呼兰在写《呼兰河传》，他就没有那种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啊，在向往故乡的时候写的诗意唯美，那么惆怅。哎，你的唯美有点，一定要有点苍凉的唯美。如果说就像你已经在那里幸福当下，你可能写不出那种味道。所以作家的生活呀，真不会是就是我们向往的那种哈，每个人都希望一生平顺安泰，风平浪静哈，天上永远是白云，但是命运一定会有乌云、电闪、雷鸣等等。像前几天的哈尔滨的天空哈，经常有这样的暴风雨。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一切哈，都是生活和命运馈赠给文学的。对文学来讲，它都能生长出心灵的花朵。您的哀痛其实在您的一些文章里头也写过，或者是您的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写过。刚才我只是不经意地跟您聊着您的眼睛的状况，你就说那个时候太伤心了，眼睛就哭坏了啊。那你也说到了，从此您的文学当中你觉得你要表达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你有些东西以前太轻了，有些东西太重了，哪些是轻了，哪些是重了？可能就是人生更有价值的，就是包括文学更有价值的，你触及到灵魂的一些东西。我可能就是比如说哈，你没有切肤之痛的时候，你会把个人情感的一点痛去放大。我们经常会这样，就是经历了一点点痛会非常惊诧大呼小叫，那时候你在众生相比的面前，你觉得这些是微不足道的。你为什么一定要吃蛋糕呢？为什么你就不能经历这些呢？我觉得这是命运，有多少人经历这样的命运，这时候你就觉得个人的这个东西是轻的。这个轻我能理解，但是后来它反映到您的作品又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前的气质或者你的气息哈，你还有一种青春的曼妙的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哈，那么当你经历了这样的事件，活生生的坠落人间的一种感觉的时候，那可以说我脚踏东北大地，这手捧泥土的那种感觉更能体味到这个泥土的温度。你原来可能捧起的这个泥土，你认为它没有任何的杂质，这个时候你能看到泥土里有丰富的你可能看到的一些生命微生物在里面，是这样的这种感觉。当您在写《白雪乌鸦》的时候，你说你特别困难的是因为你承受了这么多的送别，这么多的死亡的时候你压得不行。
那时候让你有机会回到了你的家乡，反而你就放下了在作品当中您进入了以后那种无法承受的痛，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境的转换？其实经历死亡呢，比如说我生活在一个小的山镇哈，一般的是过了70老人哈，甚至更早60几岁哈，那么都要备一口棺材，就在家门外柴垛旁边。那小的时候我们整天上学呀，去哪儿啊，蹦蹦跳跳的，总要经过 N 口棺材。就知道这个棺材是要装着人去走的，但是很乐观的去面对，或者是没有很乐观，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死亡的在一个小镇呢，就是你觉得它很平常，而且我们家的邻居就是我们那一栋房吧，就是住着4户人家，有2个是跟我同龄的女孩，有一个女孩，她是打错了一针，然后就人没了。在花季就没了，还有一个他是得了脑膜炎，我们是一个山镇，当那个用马车把他送到城里医院的时候，没有2-3天他也没了。所以我从小就看见活生生的我的玩伴就这样的说没就没了，你觉得死亡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呢又摆着那么多的红棺材的时候，老人寿终正寝以后哈，体弱的小孩子还可以去钻那个棺材，据说是那个百病不侵毁那样的，有这个风俗，因为它是叫喜丧。那么一个人的一生哈，想要真正的摆脱死亡的阴影并不容易，你只能是到最后的时候，在生命的整个的历程当中哈，你把它逐渐变成生命的一个部分。但很清晰的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文学会相生相伴的一直走到底，因为有了文学，有了这支笔哈，那么我的世界哈变得在痛楚当中，可能你会觉得有抚慰你的，有搀扶你的，有看不见的手，有看不见的那种温柔遥遥的还在注视你。我的作品写了那么多的死亡，包括额古纳和右岸，有的人说读右岸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死亡，我说为什么你没看到生呢？那么多的死亡的历程的前面全是活生生的生。人对一座城市的情感哈，会浸透到你的作品里，包括比如说整个大兴安岭地区的这种情感哈，在我的作品呈现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那种情愫，一种爱的感觉，在作品当中会传递给人物。你看，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你跟于龙熟吗？就是那指挥家，他前不久来携香港那个管弦乐团50周年巡演，来哈尔滨，在音乐厅哈演奏了很多曲目哈，包括德沃夏克的《自信大陆》，但是有一首曲子，哎呀，我当时听着我就觉得，整个乐团演奏的时候状态特别的好，就是《狮子山下》。因为是香港嘛，就听起来心潮澎湃。我觉得整个的乐团，那个时候管弦乐团，当然指挥很棒啊，对，它是一个是高度的和谐带有情感的那种演奏，所以对一个地方的一个演奏员就相当于一个作家一样，他们是用弓弦和他的器乐来表达情感，我们是用我们的笔。当你带有情感色彩的时候，它出来的音色真不一样啊，小丽。就像我生活在东北，我脚踏着东北的泥土哈，我走在这样的街巷当中哈，我不可能不和这样的土地产生共融，因为没有它的这个滋养哈，没有
在这片土地上给予你的四季风霜雨雪的这种历练，我不可能进入那样的文学天地。我知道您一直写得很苍茫，嗯，你的底色有悲悯，有凄凉，嗯，但是你最终总是向阳，嗯，您是看到了什么，总是让您的底色看到了那么多的苍茫？你想我出生那个地方，一个北宜村哈，一年有半年是冬天，十月份就基本上大地的植物、庄稼里的植物都休眠了，那我们就转场了，生命都跟着转场了。东北人有猫冬的习俗，我们那个森林里的我们叫狗熊，其实就是亚洲黑熊嘛，它就进入冬眠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哈，你感觉到的肃杀，就你刚才讲到的哈，就人生当中有很多苍凉的东西，比如说菜园的很多植物哈，它没有长得特别好，那个你想盼着吃的甜瓜、香瓜还没有成熟，但是霜雪一来，一切戛然而止。那您的这个苍茫，您刚才解释了它的来源，但也同样的是这片大地，嗯，给了你无限的希望。是的，确实是。你看我要在香港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冬天哈，四季结春的时候你不知道春天是在哪里，相当于一个人在蜜罐子里边一直被浸泡着，只有一种甜味。可是我生活在东北，尤其在黑龙江，在北部生活哈，我们每年盼春天来的时候，我都说是东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从四五月份开始冰消雪融，然后大地一片泥泞，泥泞之中哈，还有那种零度左右的天气，第二天还洁白的那种冰，然后我那时候还穿着鞋去踩那个冰，一裂鞋子就湿了，底下是水洼，但是春光就慢慢地渗透到这个水洼里，然后春光慢慢地就把这个冰也舔没了，把水洼也让它在太阳底下蒸发了，春天就来了，草就发芽了，生机就来了，温暖也来了。当我们能穿到短袖衫，然后能穿着小凉鞋的时候，能够在大地上奔跑的时候哈，你觉得每一寸光都像金子一样的珍贵，特别美好，踩的那个光都觉得暖融融的。所以你看我对光是比较敏感，我写的有一篇小说叫《雾月牛栏》，就是出生的小牛犊它没有那个见过阳光，一个月都是雾月，那么它出生以后一个月以后突然看见阳光的时候，我写它的那个感觉哈，真的就是我突然童年觉得春光来了的时候，一种喜悦又战战兢兢的那种感觉。他走出牛栏，说他踩着细碎的步子慢慢地走，他生怕他的蹄子把阳光给踩碎了，就是这种感觉。所谓的温暖，就是寒夜尽头、长夜尽头的几缕晨曦。会不会也跟个性有关？嗯，因为有些人可能就留在了那个冬天，嗯，或者是留在了那个阴暗夜晚，嗯，他有过不去的坎。我觉得这也跟东北人有关，我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北宜村生人嘛哈，我觉得东北人很难有过不去的坎，生性乐观，自带喜感幽默感，是吧？你看东北的二人转，东北的小品，甚至你逛逛早市，逛逛夜市，你会观察到那么多自得其乐的人。我给你讲个例子哈，原来他们就是做小买卖的，坐到那儿都能自己拿个细匣的收音机，然后那个听着音乐呀，或者听着什么广播呀，在那卖着菜，还叼着个烟。有的时候生意不大好的时候，哥几个互相邻近的摊床的人，还喝个小酒啊，弄点花生米哈。真的是天性，它就是乐观的。所以你就说遇到难处怎么样哈？我觉得东北人自带的这种顽强和喜感哈，能越过所有的这种障碍一样，就像有翻山越岭的这种本事一样。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昨天中午来了一下，嗯，下午吧，喝咖啡然后下，哇，
满满的都是人，我一看到就有点。其实写小说小丽哈，对一个城市烟火气的感觉哈，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不经意的漫步当中，你看着各色人等哈，一个活色生香的生活在人间的感觉。我懂，你懂。我们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某些东西触动到你，我们只是会有觉得啊，有的东西很美，或者说好特殊，很好奇。但你的触动很不一样。也跟哈尔滨这个城市有关。其实你看哈，我们脚下走的是百年前铺的这种花岗石的这种面包石的路哈，这两边的这个历史建筑哈，各种风格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沧桑感。那个沧桑感是因为觉得它很有历史，还是因为它的历史当中是有一些沧桑的？它整个的东北的这个历史，尤其近代史啊，我觉得它就是一部苍凉的历史。但是你看，无论从那个时候和是现在哈，所有人的生活作态，哪怕是写到白雪乌鸦是属于鼠疫当中的哈，人的生活依然是静水深流的，就生活之流一直在静静的这种流淌。人的生命力和韧性确实是很强大的，对，超过我们的想象哦。对，东北这片土地，我觉得像您说的那种乐观，但是它其实是有太过的国仇家恨，或者是因为它太丰饶，有太多的外力的介入，它是时代和命运的裹挟之下，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像黑龙江哈，我在北极，我们北极在这儿，在漠河，东极在抚远，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你想一个地方的人哈，那么早看到日出，而且北极村又有白夜，一个那么多能感受光明的地方，它当然也影响人。我觉得生命本身，包括自然本身，会带着人走出冬天的这种寒冷，很自然的拥抱了温暖，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像闲暇时光偶尔看看电影啊，像现在欧洲杯期间，我可能一会儿回去我就要继续看足球，我要熬夜看足球。最惨的是最好看的都是3点，我现在精力没那么充沛了，所以我熬3点那一场关键场次的就比较难。你说人生一定要有热爱哈，就只是热爱自己的工作，还有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兴趣，你说足球啦，然后煮一点美食，然后品品酒，品品把我搞成个酒鬼的样子。哪有，就是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大家都在。你看，你看，你看，这是松花江边。那等下我们两个来。来来来。好玩哦。好玩好玩。这样子。哦，原来是大家来做这个啊，比个心，比个心，对，比个心，啊，好好玩哦。对岸就是太阳岛了。哦。你看这几个拱形的那个桥，彩色的。我《烟火漫卷》里写到的那个新桥，松花江新桥下面的，你看像一列小火车那样的。那个是老桥，对，中东铁路桥，现在已经成为景观桥了，很多游客来这儿也是去那儿打卡。哎呀，我的城市还是很美，有一条江就不一样了吧，城市就很有韵味了哈。你看那个波光粼粼，对，就是对南方来说，看一下，它是很遥远国度的一条河，它发生什么样子离奇的事情了呢？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早知道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知道？你可能你比我小几岁，另外我们接受的教育的背景可能不一样，这段历史你可能不知道。就是9·18，关于这条江，这个有这样的记忆。如果没有这条江，我觉得哈尔滨就少了韵味。有了一条江，一个城市它就有魂了，是这个城市的心脏，一个一直血液丰满的心脏，这条江在这儿。
所以我有时候来这看呢也挺感慨的。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啊，坐着公交一路过来，就坐在某个台阶上，然后看着夕阳西下哈。我到了夕阳时分，我跟你说我体检哈，这几年我前几年，然后我是1.62米的身高，我大概5-6年前体检，然后就变成了1.61米，然后等到去年体检，我就变成了1.60米，所以有60岁消失了2厘米。你想有多少风霜雨雪，有多少的日子，把我的2厘米给带走了。但这2厘米，我觉得又特别值得，它沉甸甸的。这里面可能有个人很多的那种可以值得保存的永远的回忆的东西，在这2厘米里，就是人走向黄昏的时候，开始身高在不断的缩减。但是我希望我写作的勇气吧，我的信心吧，跟它正好能够相反方向、啊，然后还能往上再长一点，再努力的长一点点一点点，企及我理想当中的那个高度，而那个高度特别遥远，你也许一生永远也看不到，但是它不妨碍我怀着这样一种信念活着，继续往上的。